上海的十月是最时髦闪耀的季节，原因就是一年一度的上海春夏时装周了。明星们也是在趁着这个时间好好的给自己补习功课。10月18日， UIT 游题在上海举办新春夏新品发布会，时尚教主琳达、陈然、韩火火、徐峰丽老师们前来助阵，更有超人气男神陈学冬惊喜现身。当天陈学冬白色宽松外套内搭同色系丝绒 T 恤，时尚感十足，一直是潮流风向标的陈学冬也收到了品牌的热情邀约。跨界设计师这事儿是不是指日可待了呢？我有想过，也别人有找我合作，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我还是比较想把事业的重点放在那个演戏啊和音乐上面，然后这块的话等以后时间多一点的时候再做。最近在音乐综艺上有着出色表现的陈学冬，新戏《巨额来电》也将上映了。这戏他在戏里可是过了一把警察瘾，大量打戏之外，为了硬汉造型，冬冬这健身可是没少下功夫哦。因为我之前确实是比较瘦，然后也体重也比较轻，但是在这个戏里面，我的头发是非常非常短的，就是寸头那种感觉的，然后再加上皮肤也涂黑了，然后在拍这个戏之前，我也经过了很长的这个强度的这个身体训练，然后所以练成了一个很壮的人。对，非凡娱乐上海报道。